为斋戒期间要一日一夜，绝对不杀生，零持休。啊，一只狗抓狗下拢未使跳门甲杀啊！啊，第二不偷盗戒，各位一日一夜要斋戒期，不偷盗他人财物，零持休。啊，别人的金钱财物未使侵占。第三不淫欲戒。啊，你起码个男女淫欲，你有见孝心啊，无法度啊，讲娶啊，讲嫁啊，啊，但是咱个修不管斋戒，恢复清净啊。内心内底啊，心善断淫欲诶，这种自在啊，所以讲伊无男女诶淫欲啊、情欲，你看偌解脱、偌快乐呢？啊，但是咱唔能够去制造迄种物件，唔能挑人制造机会。我要来甲这查某加讲两句，这个查甫较缘投，我要来甲伊加看两眼啊。安尼你就无清净啊，安尼个造业安尼无好啊，后摆过不恐怖啊啊，所以讲伊有法度断淫欲啊，就做无够啊，同就不管再做个真好。所以各位一日一夜就在戒期间不淫欲，零持休。但是不妄欲戒，绝对不爱欺骗众生啊。不过啊，咱也未使随便用神通去度众生啊。安尼别人拢无去修行，但系要学神通啊。啊，所以各位呢，咱也未使讲去施行讲我比人更好。啊，这世间人未使讲伊无神通啊。世间的鬼神啊，乃至世间的善神无神通，还是未使用这个来做金钱的目的啊。哎，为了金钱的目的，安尼你就是咧欺骗众生啊！啊，安尼就妄语啊，你袂使啊！所以出世间的欺骗袂使，大妄语袂使，世间的欺骗嘛袂使。所以讲，一日一夜就斋戒期间不妄语，零持休。第五，饮酒、食薰、食毒啊，食这个葱头，我们宜兰罗东什么葱，还是咱的业障足重啊，正常啊。要卖出去，互恁关关拎去，互恁食肠啊！我趁钱，各位啊，卖个正常啊，对不对？正常啊，就讲啦，去互人安尼丢丢魔啊，贪欲嗔恨心很强啊，这样不好，会起心动念，会污损他的清净的本性啊。所以各位一日一夜啊，斋戒期间不饮酒，零持休。第六，你花香因罗朋友多心感就是卖爱水。查甫人啊，画胭脂、挂衣膏、烫头发，都不需要了啊。所以所有的庄严来庄严三宝，自己呢，淡淡的，不要化妆啊，不要洗香皂啊，不要抹这些啊。所以各位一日一夜，离花香、引罗朋友多心，零持休。第七，离高圣床上坐，卖去多，还是坐大眠床，还是皮沙发、大沙发。今天都不要去享受，不要去做啊！所以常常人听啊，书车坐，我拢拍摄讲，这牛皮变啊坐呢啊！出家人现在衣裤啊，猛坐，不要去坐这个皮沙发啊，不尊敬。但是有人小宝多啊，开车来嘛皮，那边啊，你得敢扛一块布，对不对？啊，先跟他忏悔啊，跟他超度，还是无法度啊。